好，我来看看。哎呀，这里竟然是漳州滨海火山自然生态风景区。火山？这里不会是活火山吧？啊？难道我们要在活火山里面找范尼能量币？这么可怕！我们赶紧去看看。走。范尼看世界。范尼去冒险。漳州火山岛位于福建省漳州市，由距今2000多万年前喷出的玄武岩形成，是一座天然的火山地质博物馆。哇，月儿，这里的风景太绝了吧！是吧？哦，而且呀，很多人会来这里拍照打卡呢。这么棒！我们也拍，走。而且我们还拍了这么多美美哒的照片，就是，真是太开心了！哎，不会是火山要爆发了吧？不是吧？月儿马叔，不好了！萌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火山岛岛主的女儿，现在怎么又是岛主的女儿了？哼，现在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！啊，这么可怕！现在的办法就是要找到圣水。找到圣水怎么找呢？找到圣水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要考验你们对水的操控能力。啊，对水的操控能力？放心吧，我们班级新人一定没问题的。祝你们成功，你们快出发吧。好。水质操控，滑索水杯大挑战，挑战高空滑索。在空中将水杯中的水倒入另一个空杯中，最终空杯中的水量超过指定水位线，则算挑战成功。哇，在我们身后就是滑道了，而且这个滑道好长呀，根本看不到尽头，我不太敢坐。哎，就是，而且还要完成高难度的挑战，你看上去哟，这样是很简单的，待会儿在上面就不好说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我很难完成。哎，所以你先来。不行，你先来。好吧，我先来。开始吧。哇，这么快！第一个弯。它这个一直在颤抖。哎，哇！水都洒了。好可怕！不要洒出去，不要洒出去。好，稳住，稳住。哇！哎，稳住，稳住，我要保住。我肯定会把水全洒完的。幸好还剩一半。快点，连这个都洒出去了。好可怕呀！师傅，你慢点。你们对水的操控能力吧，先看我的。好，肯定达标。哦，还差那么一丢丢。哦，萌萌，哈哈，哦，哇，超过了。怎么样，萌萌，我们厉害吧？啊，你们对水的操控能力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。哎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拯救火山岛了吧？下一个关于圣水的线索就在地学博物馆的泥坑里，你们快去找找看吧。月儿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走。嗯，萌萌再见。哇，哎，老师你看，地学博物馆纪念碑谷迷宫就在这儿了。哎，月儿，情况越来越紧急了，难道第二个线索就藏在这里面？赶紧进去看看，走。走。
神秘的粉色迷宫。两人同时从入口进入迷宫，最先走到迷宫中心的人即可获得圣水线索。注意，前往迷宫中心前，每人需要先找到并升空三个气球哦。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面前呢是有四条路。是的，你选哪边？我选右边。我选这条。走走走，走，出发。哇，粉色的迷宫哎，这里真的很好看。第一次来，真的太精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有大海，你们看，你好，大海！哦，对，马叔，别大海了，你找到路了吗？其实感觉好像没那么难哎。啊，死胡同！我们现在回到了起点，这个是死胡同，啊，这里也是死胡同。其实感觉好像没那么难哎。你好，大海！马叔，别大海了，你找到路了吗？哦，我在找呢，我在找呢。你们看，有一个翻泥的牌子，粉色的气球。哇！来这边。咦，这怎么感觉？这绕回来。哦呦呦呦呦！你看。任务执行点，你好！哇，这里就是终点了。任务卡，看到没有？那边，走错路了。哇，这么高的仙人掌，你看这绿植在这里面显得格外好看。哟哟，我们想办法把月亮藏起来。嘿嘿，哇！来来来来，这边，这里这里。啊！他怎么？他怎么尖叫了一声？你还来不来了？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们都来找苦了。你这样，为什么不是女士优先吗？走错了，走错路了。好热，滴滴吧。哇，这么惊险的吗？好啊，谢师傅，起不来。放心吧，我们。再走，放心吧，山先生一定没问题的。